嗯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？这期的主题我已经从导演那儿打听到。真的假的？其实这期呢，就是让咱们去吃东西啊，什么三鲜包子呀、扬州炒饭呐、啊、牛皮糖啊、千层油糕，吃东西，甜的东西会让人有幸福感。可是我怎么刚听导演说你要去扮演千夫拉什么的呀？啊？啊？认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以让我活下去。